赶快去拿药，乖一点。我想问一下，昨天有人捡到外套吗？请稍等一下，我帮你问一下。6666，请问一下有捡到外套吗？有捡到一件外套，是这一件吗？对啊。怎么了吗？你要不要来啦？你是多狼狈，你先来啦，你先来再讲好不好？拜拜。小姐你好，请问有定位吗？没有。小姐不好意思，因为你穿拖鞋，我没有办法入场。店家号有直接写成服务，请问现在有需要吗？哈，有什么款式可以选？挑什么啦？快点。稍等一下哦，楼上好，楼上好，麻烦二楼有一个女客喝醉，麻烦请把她搀扶下来。我不是胖，我只是骨架比较大。